大家好呀，我是妍妍。最近还有好多朋友在问妍妍要砍头苗，今天妍妍就来给大家安排上来了。我就准备着说一箱一箱看100棵还是多少棵，那样子出给大家弄不同的品种。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些可以砍头的肉肉，你看这边的芷乐，然后博化庄，还有碧桃，还有这个一大片的这个鸡笼月。这些都是可以砍头的，金龙月最近的颜值简直是逆天呐！还有这边的淡雪、秋丽、锦幻星，还有这个百合丽丽，还有这一大片的这个艳日辉，艳日辉出红边边最好看了，还有一女星，还有这边的群月冠、蓝苹果，还有最强大部队马库斯，还有这个红日也叫加州日落，还有这个。这边的丝绸面纱呀，还有这些小黛比呀，还有月光女神，这些都是可以砍头的。待会儿回去合计一下，看怎么给大家发。因为有的朋友又要不了多少，有的朋友又可以就是接受要很多的那种。还有这边的白牡丹，反正就是各式各样的品种，差不多就最少就差不多就10个品种吧，到时候随机给大家发。就是这些，大概就是这些肉。之前买过砍头苗的朋友，大家就应该知，爷爷每次发砍头苗，说好40个，肯定是50个，然后一般都会给大家多发，因为大家知道砍头苗都会稍微比较嫩一点，有时候呀会出现快递漏损，爷爷呢都会把这些漏损呢给大家补齐。你看这些白牡丹、蒂亚，这些都挺好看的。其实我们刚刚看的是这边这个大棚，其实这个棚子里面还有一些还可以砍。到时候妍妍尽量帮大家多收集一些品种。